啊，煮肘子，看，卤炖蛋。
这家梅菜锅好好吃啊，梅菜。好香。刚才吃了一片肉，三片就是四片肉，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十二片，十多片左右，这里面是十二片肉。我上次吃那家更香，而且这次的肉多。39.9发三碗，一碗是500克。这家梅菜锅很推荐啊，真的很香，很香，这个肉，我感觉肉还不少。没录上，吃半天，继续录吧。六根儿，刚发现没开始录。
好吃到没朋友的南仓拌粉又来了，你们吃了吗？我说这是两盒的量啊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吃。裙带菜，又咸又嫩。这裙带菜是零脂肪的。
特上。特别香，来吧，拍一个封面。麻椒鸡爪，这一盘是半袋的量，吃不完最好是冷冻保存。看这么多的那个汤汁，到时候你可以拌个面，拌个黄瓜丝，拌个小凉菜都好吃。